刚刚这个二局啊、哦，重新开始。哎呦，这球我打不到。打高了，打高了。持续选球，哎，太棒了！29球，他的陈奕兴要换了，他换谁？哎呦，就这一张刘奕传，金币人守护神，这张其实为什么会高哦？有他一定的原因呐、啊。尴尬，我被骗了。欺骗我的感情，来，这时候我决定我也要换投手，先换上，因为现在是雨天嘛，先换上真田玉贵，好不好？先换真田玉贵，然后 DH 换成13年的简富志，好，对，来，目前双方哦0-0，呜。OK， 弯奥斗一球解决弯奥斗。漂亮漂亮。突帅给，突帅给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哎呦，要死！满球数了，给他打！哦，他锁中框哎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可惜三垒手接到传一垒奥斗，现在来到突奥斗了。球场是天母棒球场，其实我这一次哈参赛的目的就是看有没有办法打到前八强了。前八强的话呢，哎，我至少有个真人拉队卡，下个月就可以用了。哎呀，尴尬，错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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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糟糕 ，S 取球。被推出去了，干扣，干扣，落后一分啊！很好 ，change change change change， 反攻一下，反攻一下，来来来，这时候换人啦，换上，我觉得啦，要换对天的打速型00年的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换佣兵好了，好不好？换佣兵就会吃到00年的加成，好，从黎明线开始。所以捞吉大师啊，错赛被跳到。忍住，忍住，忍住！哎呀，都猜错边了。上垒，上垒，上垒！碎周董，这球应该靠腰被接到了，哇，干扣啊！
这球其实是有机会落地安打的。漂亮，先来个三振。哦，是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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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基本跳，两好一坏。OK， 漂亮的一个中继，三上三下哈，一个反攻的机会来了，所以有了有了有了，安打了安打了，反攻反攻反攻，哎呦，要死。这球有没有？这球有没有？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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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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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碎碎碎碎，双 save， 双 save， 漂亮啊！加起来这球漂亮啊，双 save， 没有人出局，一二三有人啊，基本款呐、啊，好、哦，他换投手了，他换投手了，好，他换星星卡哦。这个时候我跟你讲，各位，我们投手教练哦，打击教练上来哦，叫我沉着哦，叫我要沉着一下。这是一个非常关键。其实我的筋骨还没开啊。哦，这局我一定要得分。1、2、3、4。OK， 来。哎呦，快哦，快哦。对，右肩下头，持续选，持续选球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团购！哎呦，要死！有了啦，这不能一直投啦，超前了，超前了，超前了 ，Go Go Go， 回来！对，我跟你讲，他一直在塞我的，他一直用速球在塞我，我等到啦。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！碎，可惜可惜可惜，不够远不够远不够远。超前呐、啊，超前呐、啊！观众关键关键关键。好，他要换投手了，他做个牵制，他应该是要换投手了啦。他的星星卡目前是败战候选人啦、啊。他换上小飞刀陈宏文，开强化 fuck， 哎呀，对，忍住忍住，好多啦，没有关系。其实我这盗垒是，我这盗垒是有企图心的，哦，因为呢，我就是故意要盗垒，我就是要做个打跑。可以，我也可以，我吸掉它了，我也可以。他吸我，我也吸他，我们互吸。
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滑球进来，漂亮。啊，有花花手棒打者上来就是安打了，漂亮漂亮，攻势再起，攻势再起，触及大师，触及大师成功，各位，触及大师成功，漂亮。我现在就是等他回来，一个安打，一球一个安打。放过，这是一个好球。对，忍住，忍住，他会来强化发壳哦。哎呦！满球数了，满球数。哇！推进，推进，上山嘞，上山嘞！好，他叫暂停哦，13个球，陈宏文他要让他下班的，他要面对我的黑卡。哎呦，他带艾克斯利耶！哇，这个裁判，这裁判给我 safe， 哇，这一球就是青春的小鸟回不来啦，杠炸裂，哇，这个 timing 100分啊，在六局打了3分啊。刚刚那个周思齐不是靠连发，我靠我手速啊，各位，我靠着我的手速啊，硬是拼上一垒啊，感动啊，各位感动啊，所以哦，一直安打，一直打。哇，糟糕，恰恰杀不上去。好，王建民投了2局3K 没有掉分，非常漂亮的一个中继。现在我们再换上的是汤马士，好不好？12年的汤马士。我这边没有12年的黄卡，哇，尴尬了，有点尴尬。out， 拿着准备上床打击，原来怕掉就损哦。好，现在是他的路易斯哦，今天刚了我一个阳春蛋，先持得点，还有带点压力，小压，没问题。Morning Chen前面接杀，哦，这球吸不到，虽然大师兄框很大，但是吸不到。可以，球在场内，
来，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打击加回来了。然后一个投手佣兵，零一年肖任问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这边换上零一年陈瑞正，吃一个零一年的加成。所以，他是一个强那个第一侧滑，第一侧滑被我击出来了。有这球有，哎呀，可惜，被跳掉了。好，他换库伦。对，选掉。有，哎呀，他失误了。哇，我一个先起跑，然后一个砍打，结果呢，他的一垒手可能刚好错掉了。错掉之后，从一垒手旁边的头飞过去，哈哈哈。OK， 这一球有没有机会？没有机会，回来。这两分我要哦，这两分回来的话，我应该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呐、啊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各位，在这个时候我们做个代打，把那个雪天打击型的陈怀商换上来，投手的部分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哦，投手先不用换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吃他一个打击最上。哎，有啦，够不够远？够不够远？够够够够 ！CBBL， 这两分回来了，看起来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陈怀山这个总教练这时候换代打换对啦，这个总教练换代打哦，时机100分。好，没有关系。有一手接到，好，在八局上半，在这个时候，投手不用换，但是在打者的部分，我们要做一下调整。请问怎么调？刚换掉了，没有10年的，换02年好，02年也没有，我要换谁？没人换，好吧，没关系啊，就这样子啊，就这样投了啦，有危机再说了啦。好，这时候长投球是01年的肖任问，大家知道哦，肉削曲球，他的特殊球种肉削曲球。周思齐。OK， 哟，奥德，有这加油歌吗？轰吧怀山，轰吧怀山，轰！陈怀山全垒打有这个吗？老象迷哟、哦、啊，那个 Clark 老象迷哟、哦。来吃我的肉棒举球，没问题，可以小跳。来八局上半哦，这个时候变成了晴天，相对的我的投手跟打者我都可以换掉了。他换关大元对不对？我换投手，我换10年，有没有帅哈、哦？然后呢，这个10年再回来，这样有没有100分？哦，单年度加成回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等到。
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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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靠鬼靠鬼靠鬼！周思齐漂亮哦，抓了他一个这个外角的滑球攻击啊。这一球应该有机会了。哦呦，跳掉，回来回来回来。这球可惜了，这球其实打得也很漂亮。来缩筐，缩筐，再追加个两分，胜券在握了。有，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内野安打，哈哈，内野安打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故意往洞打。我是中山打洞机，中山打洞机，没有没有，接不到，靠鬼靠鬼靠鬼，回来回来回来，碎碎碎碎碎，双 safe 双 safe， 对，忍住没有关系，忍住。漂亮漂亮，拉雕拉雕，哎呀，赶快回来赶快回来， safe safe safe， 2 out safe， 二三垒，红中红中的打击哦，八局下半，这两分回来的话应该就有机会了。 Mark Melanson 来啦，做个偷缩啦，哦，三坏球咯，不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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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来对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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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我猜内他投外，好，九局上半变成九局上半变雨天啦、啊、还在等投手可以先不换，飞棒了，但是没有打到。投手太过小心的投出了坏球，关键球啊，是啦，哎呦，他打到西边了，但是弯奥斗了，各位注意啊，弯奥斗了。非常好，这是我的一个强化直插球，投在坏球的位置，故意让他打的。好，在这个时候呢，看一下我还有没有投手可以换。嗯，来换林英杰上，好不好？林英杰。最佳状态林英杰。中外一手就定位。接杀出局哦，最后虽然说那个我在第四局一开始先被刚一发1-0落后，其实讲真的我有一点挫挫的，可是后来我沉稳住了，我在二局反攻6-7-8局追加分数，所以后面中继投手王哥哥上来之后，后面一路有没有厉害，我觉得一路厉害，什么萨尔？萨尔是什么？看一下哈、哦，确认 box。这场比赛我觉得表现最好的陈怀山，非常关键的在7局的一个二连打，那时候一个换头，我觉得非常蛮关键的。然后再来的话，这场比赛我觉得林志胜跟周思齐，周思齐的那个一垒扑垒安打第6局，然后造就了林志胜。下一个打席全垒打，我觉得是非常关键。那林志胜那个全垒打出来，我就觉得我胜率应该提升到 73.2%。
我觉得是 OK 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呢，这场比赛洪振铭4-3也 OK， 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看一下投手，投手的话呢，就是真田玉贵被打那一发，其他的表现都非常不错。好，所以这场比赛我险胜啊，险胜 ，GG 现。所以我在团内赛的第一场比赛8-1胜利，耶耶耶耶，开心！团友不会因为输我就退团，好不好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搞人家？对不对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欺负人家嘞？73.2，我眼睛也长肿，假的，在外面继续打中老年头毛病。怎么算的？73.2怎么算的是？72.3.2是怎么算？你说胜率是不是？怎么算的话是完全是一种感觉啦，完全是一种。